超嫩，真的好好吃，味道很香哎，又嫩又香的，而且不会死咸。现在下定3280，赶快下面网站下面自己赶快去点一下。那只剩下几组了吗？要买要买。我不知道现在剩几组了，反正赶快去订就对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店里有知，不对，是家里有知边境牧羊犬。好了，店里有知猫，今天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。什么秘密？俗话说得好，选举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赢，票少的输嘛。棒球的秘密是分数多的赢，分数少的就输了。非常好，聪明。那有一个秘密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，什么？就是婆媳之间相处融洽的秘密啊。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双月的年菜啦。前阵子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，那种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做这种年菜的时候，总是会有很多争执，有人要去外面吃，有人在家里吃，有人要做那个，有人要做这个，有人要吃素，有人吃荤的。没错，我们有了这个年菜之后，省去了一切的烦恼。你只要跟在网络上面下定，直接送一桌过来，冷冻包装，你只要把它解冻啦，加热一下。对，有的直接就是解冻常温就可以吃了，有够方便的、而且就不用煮，就不用洗很多碗。没错啦。好，认真的介绍一下这边的东西好了。首先在我面前的灵芝手屋鸡汤，很香哎，刚刚你们在煮的时候就超级香了，它里面就加那个药包，而且它是一整只鸡。对啊，超有在外面饭店澎湃的感觉的。然后这个也超澎湃的蹄膀，这个蹄膀呢、它当然旁边这个花椰菜跟这个红萝卜是我们自己加的、我们可以自行发挥去加个什么笋干之类的，这样真的看起来也超级有这种澎湃的饭店料理的感觉的、它超大一个的，很短耶，短耶、然后再来虾子，一定要过年过节一定要吃虾子嘛，一样自己撒上这葱段这样子，那个很酷哦，它是麻油松板猪，没错，松板猪哎，然后醉鸡，然后这个是樱花虾油饭，而且竟然有鸭胸哎，一般家里很少会吃鸭胸，真的很特别，然后最后啊，它整个这个包装啊，它会给你一个冷冻包，特制的包冷袋，这样装起来之后啊，它还会附你这个。他们的招牌爱恨交织面，而且是他们新推出的是冷冻包。双月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了嘛，森林店开幕的时候，对，有去吃过，真的是有够好吃的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带了这个常温的回来，它这个常温干拌面还是用日晒，那这个呢就比较特别，它可以让你直接吃到面的那个原来的样子，就是会吃起来跟我们在店里面吃到的比较相似。没错啦，而且它强调啊，你只要把水煮滚了之后丢进去10秒就好了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试给大家看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先来试吃一下年菜，我们赶快先介绍一下，等一下要叫那个阿公阿妈出来赶快吃一吃了。我想要先试吃这个，这感觉也够好吃的，而且这个厉害就在于呢，我们自己切，你要多厚多薄，你爽就好。很 juicy 耶，又嫩又水。那它这个就是解冻回温就好了，不用加热。本来以为可能会很干，因为印象中鸭胸是弄不好就会很硬什么的。哇，这一切整个都勾起了我的食欲啊！来，再来松板猪，那这个一样，我们里面有自己加一些高丽菜什么的，加一些菇啊，这样看起来就很丰盛。好好吃。我觉得一个不小心这边就先被我们吃光，我们赶快介绍完。再来醉鸡啊，这个是没有骨头，就你不用去骨，你就是把它切一切剁。你自己切啦，啊，宇轩他阿嬷比较豪迈一点点的，这大概是我鬼戏长看过切最厚的醉鸡了。他今天在家里吃干嘛客气？这完全就是饭店的味道。等一下我可以吃醉鸡吗？宇轩会不会直接昏倒啊？那很好，今晚会睡得好一点。再来这个樱花虾油饭，这刚刚啊，我们电锅去蒸嘛，那个一起锅，哇，那个香味不得了，那其实都很出乎意料，真的很像在饭店吃到的。我一直味道好像都会想说，这种冷冻的过来，感觉就很干柴很硬，这个也是嫩的，这个油饭也好嫩，那个猪肉也好嫩，那个鸡肉也好好吃。那再来，我要对它下手了。这个蹄膀真的是有够大的，必须要插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！啊，我的白盘，白盘刚刚已经拍够了。你看这个整个都是肉哎，一大块的。我要吃它的皮。你怎么看？我一碰它就掉下来了，超嫩。真的好好吃。味道很香哎。又嫩又香的，而且不会死咸。然后配那个自己弄的花椰菜。好吃哦！你在弄汤的时候呢，我剥好了一只虾，我现在吃吃看这个。
做一下。哦，这汤好甜哦。毕竟有手乌又有灵芝嘛，啊，我们自己又加了高丽菜。嗯，好甜哦。现在早鸟优惠这一整套3280，嗯，晚一点就要涨价了，原价要4280了，大家赶快去下定，真的很赞。一家人年夜饭就靠这一桌了，对吧？接下来我觉得呢，我们来叫阿公阿妈还有我妹啊，他们赶快来这边吃一吃，然后我们来去煮面。好吧，我们等一下大家边吃这个面给大家看看，让我们来试试看，就是这种冷冻的，跟这种干拌面，它的口感有没有太大的差别？好啦，这个面煮好了，这个是常温的，常温的嘛，你那个是，我这个是他新推出的那个冷冻的，只要10秒，你看，它面体看起来就不一样，这看起来比较扁，那看起来比较就是厚实一些。哇，这个很 Q 哎，我吃吃看你的，嗯，对，你的比较软一点，嗯。它的这个很 Q， 嗯，我觉得这个很棒哎，不用滚水滚很久，而且十秒钟，然后面又很 Q。对啊，他们新推出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你只要订点菜，你就会直接拿6包，很划算。其实还不错哎，它的味道是一样的，味道是一样，它酱料是一样的，就是它的那个爱恨交织面，对，很交缠的那个。嗯，这个就是比较软烂一点，这个好 Q 啊，嗯，蛮赞的，大家可以赶快去下定一下，现在下定3280，赶快下面网站下面自己赶快去点一下。那只剩下几组了吗？要买要買。我不知道现在剩几组了，反正赶快去订就对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年菜就要继续把它吃完了。虽然说现在才11月了，不过呢，提早过年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准备跟小姑姑啊，还有那个叔叔呢领红包了啊。对，想要像我们有一个这么欢乐的婆媳过年气氛吗？就记得买双月的年菜哦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红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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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红包，叔叔红包，红包，太小了吧。年终还没领呢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